刘主任承租透天老屋，想装修空间，申请短期补习班立案，才发现房东多年前进行室内整修，未申请室内装修许可。现场与竣工图标示的厕所数量不符，并且走道宽度检讨不合格。为符合立案法规，必须复原与重建卫浴设备及格局，刘主任必须额外花费20到30万元。究竟租屋前要做什么确认，才能避免支出增加的情况呢？违建随处可见，不论老屋或新屋，以下分为两个情况，一个是室内，一个是室外。室外违建常见的是外推，如顶楼加盖、阳台外推或门窗与图面不符，必须复原或做立面变更。室内违建常见的是格局与竣工图不符，如厕所位置与图面不合，必须在室内装修阶段做设计整合，请带上你的竣工图与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图面与空间核对，才能让立案申请更顺利哦。想了解更多短期补习班立案资讯，欢迎关注元朗设计脸书粉丝专页，元朗设计协助整合法规与设计需求，帮助你完成补习班立案大小事。